生在华人公司里面打工，然后一直讨工资讨不到的那个视频，在海外华人圈和留学生的圈子里引起了一个还蛮大的反响。我在新加坡其实从高中留学起到现在，陆陆续续也待了大概七八年左右的时间，我想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说海外华人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神奇的存在。你们本来以为在异国他乡肯定是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，对吧？但其实啊，根本就不是这样子的。因为啊，有一个定律叫做什么，就是同性相斥异性相吸啊，反而是同类啊，它很容易互相排斥的。就比如说啊，我是上海人，很多人就会说了，那你为什么不参加一些这种上海人的组织？哎呀，那么在上海人嘛，在异国他乡也互相帮助了，哎，还是免了吧，我不太想加入这种组织。实际情况遇到的上海人，哎，反而对上海人都不太友好的。表面上来跟你，哎呀 ，Stella， 好开心啊，看到你啊，表面上是这样子的，转过头就讲了，哎，你知道吧，今天 Stella 出来呢，背了什么包，穿了什么衣服，这个都已经过期了，不灵的，说明他家里面不行了。我跟你讲，背后谁这个总刚我爱我。当然了，我不是说所有的人都是坏人，但是遇到坏人的比例实在是太高了，觉得自己人好沟通好聊天，他就先对自己人下手。所以说啊，我碰到过很多这种不大好事体，于是呢，我也就不太想在这个圈子里面再去认识别人。你说大家点头之交，偶尔点点赞没关系，你说整天要出来要干嘛吧，我觉得这件事情还是免了。尤其啊，很多人啊，不能共患难，也不能同享乐，你和这种人出来保持这样的友好关系干什么？同胞互相坑钱，这种新闻还少嘛，对吧？实际的案例我也就不想点名去讲了。还有很多就在海外待的时间长的，对国内形势也不太了解的人，觉得自己好像在新加坡混得啊风生水起，厉害得不得了，发一张名片，抬头什么叉叉叉创始人，叉叉叉 CEO， 就才七七骗这种小姑娘脸，就觉得好像自己混这个什么商会，混那个圈子的，就觉得自己牛逼了不起死了。很成功的人当然是有了，但是你碰到骗子的几率实在是太高了，好吧？留学生的话，如果毕业之后要找工作，我觉得尽量还是去外国人的公司。你在美国留学就去美国的公司，澳大利亚就去澳大利亚的公司，在新加坡的话也尽量找本地的公司。反正今天就是随便瞎聊聊，好了，讲完了，拜拜。来新加坡。